现在在四局的后半，拉回来界内，哇，这要得分了，太厉害了。所以这个盗垒也是很有价值的。山姆斯呢，立刻又补上这一棒。所以这段时间啊，从业的一个火力哦。所以有时候与其讲说哇，这个球队得分效率好，通常都安打都多了。你说安打要少，要得分多，真的就那种比例是很低的。对。而且他是全面性的，大家都开炮。比数现在变6-2。所以马杜纳度刚才那个盗垒就是价值连城。一上去以后，马上后面接连一直安打，就送回来。哇，黄建龙又想来一个慢的，就这一球呢被山姆斯呢给逮中，自己也蛮振奋，也有点猜到对方会这样做配球，把球友带进来，打得非常的结实。